大家或许都曾听闻东方的关灵术，但真正的关灵术是怎样的呢？关灵术是一种道家的法术，它不仅能帮助人的灵魂进入灵界，与已过世的亲人对话，减轻哀痛，还能深入了解自己的前世今生和命运。有些人拥有特别敏锐的感知灵界能力却不自知，多年寻求问题的答案和解决体质问题都得不到回应，但透过关灵术，许多人找到了答案，甚至得到了改善。吕志宏老师，吕金虎大师的儿子，正是这门高深法术的传承者。他在接任父亲的使命之前，曾是一家知名电信公司的技术经理。为实现父亲的期望，他全心投入到弘法的道路上，并巧妙地将自己的科技背景与关灵术融合。他创建了线上代关服务，并设立了网站，使关灵术不再局限于实体空间，而是扩展到全球各地，方便信众随时随地接受帮助。在他的影音平台上，他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许多真实的经验和案例，旨在帮助每一位有缘的人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若您想体验神奇的关灵术，欢迎与我们联系，感恩。